sale tutti。镜头前展示花了近两小时才拆下来的整把头发，南韩女神李多惠公布自己丰厚发量的秘密，其实都是靠接发。그때까지머리결관리를열심히해야지여기를딱손톱깎이로끊으면끊어지죠당겨요모델이아빠입니다比起平时亮相总是长发及腰的李多惠，没想到拆下接发瞬间变成靠近肩膀的中长发。接下去的发束虽然让她看起来头发十分丰盈，重量却也相当惊人。她也说平时绑起马尾时间一长还会头痛，为了外形管理十分辛苦。我붙임머리한지한5년됐거든요아무것도몰랐어요감사요헤어모델을하러갔는데웨이브를해준다고했는데머리를냉강질러버린거예요떼고나서머리를빗으면은엄청아파요그리고이렇게머리가나와요이거는뭐냐면내죽은머리를원래이렇게일주일에머리가빠져나가야될머리들이있는데5년来不间断的接发让李多惠真实发质受损日前李多惠回韩国有两周的时间休息也决定拆下接发好好让头皮休息首次在镜头前曝光真实发量也意外引发关注三选综合报道